现在前面的事情呢，是要查清楚。对呀，一定得查清楚，那我们赶快给朱飞哥先生家里赶快把所有人收了，家里有保险，知道了，应该知道有没有？但是有100万、200万，我们更重要的是什么？怎么样？让我有一个机会，对吧？就是把大家的钱，还在大家手上，是吧？这是最快的。